你他妈的贱人！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这么对我？你做错了什么？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那你就当劳力士好好想想。法庭并不允许有任何一位违法艺人出席，自己签了合同。哎，嘉欣，没想到你这么倔，连退路都不给我留。为什么？你让我一个人活在痛苦当中。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走吧。刚才医生打电话说我妈妈在医院已经不行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走好不好？你今天走了，明天我采访的台词谁来准？今天晚上回来就行。我求求你让我走，我今天晚上回来。今晚发明天我怎么背得下来？事真多，妈能不能去死啊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你今天敢离开阿斯卡娱乐一步，你看我他妈不弄死你！干什么？哎，嘉欣，嘉欣，你他妈的不得好死！星星，没事吧？星星。 还记得小时候吗？记得，你爸爸把你赶出家，不给你饭吃，他还挺凶的。就是他那变态的控制欲，我一直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。 你干嘛？爸爸，这是画的您。我让你好好看书，好好看书，成天就在那去，没用的，没用的，我让你画，真让你画。行了，咱就别吃饭了，你。为什么晚会两分钟？不是早点放了学，不是早点回家做作业吗？因为老师。因为。我做完作业就让你别吃饭了，你。爸，我现在真的不想出国。没出息的东西！我花这么多的心血培养你，你竟然一点都不懂得我的想法。爸，我现在的成绩在国内也能上重本大学呀。没得商量，后天你就给我坐飞机出国。 要不咱就永远的离开白家。我父亲对我的掌控从未消失。如果没经营好阿斯卡，我还是会被他丢出国。现在父亲把阿斯卡交给我，对我的考验就是让这部电影成功，才会让我留在国内。这么多年，你辛苦了，加油，一川。进。 白总，黑暗中的星星的剧本提前泄露。我们公司投资美国。对。
剧组现在已经停止拍摄了。知道。白总，还有就是，说泄露的 IP 查出来显示在星星里面。知道。出去。出去。艾嘉欣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恭喜小庞拿到最佳男演员的奖项。谢谢大家。那天可别忘了我们团队啊，到时候我们整个信息娱乐都会飞黄腾达的。谢谢嘉欣姐，谢谢你们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今晚我请客。喂喂，严姐，为了表示上次没去到 after party 的遗憾，现在我请你出来玩，你有空吗？庞大明星，你可终于想起我来了啊。久等了，现在不是还不算晚吗？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本小姐就勉强原谅你了。位置发给我吧，我一定美美的赴约。好，晚上见。干杯！恭喜我们小庞拿到最佳男演员的奖项，祝我们团队越来越好，祝星星娱乐越来越好。严姐，这边。严艳，你来了，我们现在正在庆祝小庞拿到最佳男演员的奖项呢。真的吗？那我也恭喜一下咱们庞大明星了。这么大的好事你竟然没有提前告诉我，我还以为就咱俩单独约会了。男配而已嘛，不值得炫耀。哎，可惜呀，县城那么多美女，怕是要分散你的注意力了。严姐又说笑了，您可是我特意单独亲自约来的大美女。真的吗？那我就开心了。不过这次的饭局可不算啊，下次重新补上。还有，别管我是严姐，把我叫得多老呀。是是是，妍妍。聪聪，妍姐，你们在说什么小秘密呢？说出来大家都听听嘛。好了好了，别起哄，大家快玩。奥斯卡完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因为你，奥斯卡又毁到我手里了。白一川，你给我起来说清楚。白一川，你说清楚。行行，小姐，你们白总是在哪儿跟谁喝的酒？白总自己在包厢喝的。你把他交给我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嘉欣小姐，白总他出去。是。一川，你刚刚在外面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艾嘉欣真是个危险的女人。艾嘉欣真是个危险的女人。一川，如果你是说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之前已经说过了。怪就怪在我太相信你，才把所有事都告诉你。没想到你艾嘉欣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转头就把阿斯卡投资的电影剧本泄露了。白一川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艾嘉欣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？是我早就该想到了，这么多人你都付出成功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是吗？好，给我一天时间，我会把剧本泄露的事情给查出来，到时候你别后悔。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事不是你的错。查到了吗？是谁泄露的剧本？嘉欣姐，怎么了？顺着泄露剧本的 IP 定位查到了泄露地点，在
在星星陨落。什么？泄露剧本 IP 定位，查到了泄露地点，在星星陨落。什么？但查不出具体位置，因为是个虚拟账号。巡回演出真累呀、啊！江南小姐，您多休息休息吧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要和一川哥约会，你去帮我把场地布置好。真的不让我留印子？对不起，江南小姐。哦，对了，少爷他应该要出国了。他出国干什么？阿斯卡约了正式发展的时候。外面都在传艾嘉欣把项目给泄露了。百药集团对少爷的考验失败，少爷不就会被送出国？又是艾嘉欣！你他妈的，先把艾嘉欣给我解决掉啊、你怎么会知道阿斯卡娱乐失败之后，一川哥就会被送出国？我都是听艾嘉欣在外面大肆传播这些话的。艾嘉欣，这就是你调查的结果是吧？一川，虽然泄露地址在星星娱乐，但是我真不知道这事儿。阿斯卡娱乐投资的项目失败了，不能上市。你星星娱乐成为江城最大的娱乐公司，现在你满意了，恭喜你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阿斯卡娱乐投资的项目失败了，不能上市了。你星星娱乐成为江城最大的娱乐公司，现在你满意了，恭喜你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白一川，你怎么能这么看我？从龙哥再到于总再到向甜甜，你艾嘉欣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之间的事算什么？阿斯卡失败以后你被送出国，难道我会开心吗？好了，我们到此为止。一川哥，我回来了。学院辛苦。听说今天晚上有流星雨，我们一起去看吧，场地我都安排好了。没兴趣。百年一次的流星雨都不感兴趣，而且我们都好久没有约会了。我去干嘛？我去你给我下药吗？下什么药啊？少给我装傻。在你们家你给我那杯水里有什么你心里清楚。我们可是有婚约在身的。再说了，我想让我们的感情升温有错吗？而且今天是我生日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小唐那点破事。小唐，你骑他干嘛？他就是一个保镖而已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出去吧，别让我请你出去。我懂了，就是因为艾嘉欣那个贱人，对吧？他把阿斯卡娱乐项目都泄露了，你还？滚出去！